哪买的鞋？开嘛，今天三块走啊。你买点好啊。找了四个月了，16个点，第二天晚上得上个夜班。哎呦，那个真是挺忙的哈。那个啥，那个上16点，然后晚上明天晚上是4点下班，然后第二天晚上上夜班，然后再休息，就干十二干一天休一天嘛。疫情期间也没停啊？没有。我天。在哪儿啊？车管所办不了，车管所也才警察去办了，我操！那下个礼拜一了。嗯，行。那下个礼拜才能办。好。那不车你先开着。我不着急，我不开现在。嗯，再下个礼拜吧。好嘞，嗯，不着急，嗯。疫情期间也没停啊，我这碰了钱了。还可以买点。你这有点留的有点长。国内疫情转那么停了，就是他每个人的姿势都不一样。我这个居然死就往里面凹就行，我这个想拐是不是？嗯。我俩干这么多折。不用救治呢，把一块折那么折呢，把前面有13给你了。我操！得把业务。那个小明星公司。不管是开发车的，上开发车的，还有活的。你们这个快，你这个快，你妈这个能慢一点。俺妈速度也硬。对。顺应。所以说，先给你修，你妈那个都大的泡一泡。你泡再大，它也泡不软，咋看？那该红吧？嗯，灰指甲就这样。灰指甲。他那个脚有灰指甲啊。嗯，如果这个指甲盖能当药材的话，那你这个修完了可挺过瘾的，好出货，你这个量产量大。哦，指甲盖是别的？不知道，我假如是的话，比你的修一会儿产量高。